欢迎来到 Inner Journey 灵心旅程。现在我邀请你调整自己的坐姿，双脚平放在地上面，双手放松，保持头颈背成为一条直线，感觉腰部放松，肩膊放松，身体放松，将我们的专注力放在自己的呼吸，让头脑减少思考，得到休息，放慢我们的呼吸节奏，让我们的心灵回复平静安稳。我们会以身体祷告的方法去练习基督满全。基督满全是基督教信仰的实践，同样也是一个基督教世界观和人性观，也是一个个人成长的方法。基督满全是包括了基督与我一起，基督在我里面，基督在你里面，一起在基督里。让我们站立，两手垂在身旁，基督与我一起，前臂微微摆动，犹如要请人同行一样。基督在我里面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低头，上半身微曲。基督在你里面，双掌朝上，双臂伸向别人，一起在基督里，双手双臂往上移，成圆形，两手双碰高举过头顶。现在我们会以身体祷告的方法练习基督满全默想四次。基督与我一起，基督在我里面，基督在你里面，一起在基督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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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今天的默想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深呼吸三下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伸展一下四肢，愿上主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我们下次见啦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请加入成为灵心旅程的旅伴，邀请你的挚爱同行，每日操练，一起踏上灵心旅程 Inner Journey。